泰仔人，不如你介绍下你同埋你嘅朋友俾我哋认识啊！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ผมชื่ออาร์ตี้นะครับผมมาจากไม่ใช่ให้ชื่อฟ้าช่องหนูสิ大家好我是香港土生土长的泰二代唱作歌手我是 Archie 蔡柏明在我身边两位的是我两个巴达 Michael 和阿肥他今天帮我一起去玩这个小曼谷 Playful 音乐派对咁咧就帶咗一個，我今日嚟嘅身份咧係特別少少嘅，即係用翻真係我，即係我個歸屬感好強啊，所以我今日就想盡量用翻啊，我喺香港出世嘅泰國人，用翻泰國人嘅嗰個心情去參與呢一個活動。咁所以就頭先嗰場 show 我都特登同佢哋埋頭苦幹執咗兩首泰文歌，咁啊送俾大家聽，話俾即係話俾大家知道我哋。係啊，即香港人是有玩泰文歌的咁樣。我最想就當然是亞博啊，最想當然是亞博啦。不過呢一個是夢想 ，OK？ 呢個是夢想。但如果你話喺武俠如果你話當然即係現實翻少少啦，即係最想咧。暫時嚟講，或者係未來希望呢五至十年內可以有一場 star call 咯。系啦，已經好，即係要感恩啦，已係啦。所以而家好傳媒嘅觀眾，你哋好，我係 Archie 泰仔蔡柏明，你而家睇緊嘅係好傳媒 Playful Media。